快速浏览联合国世界遗产亚洲篇第十八啊，先讲到伊朗啊，伊朗、中亚、西亚啊，它有这边是第二十三个啊，瓦尔斯地区的萨珊王朝啊，考古遗址。那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奇怪，讲这个干嘛，很无聊，所以我的视频啊很多啊，没兴趣你就不用看啊，因为你看这个看我的缩图啊，标题就看出来啊，五花八门啊，没兴趣你就不要看啊，或者是你觉得标题好像不错啊，缩图不错，一进来看啊，不是那一回事，东拉西扯或者题目啊跟我想的不就不要看，马上退出来啊，不要看啊，就看你有兴趣的。这个就是对这个旅游啊，还有对知识、对文明啊、对历史啊、对地理这些有兴趣的人啊，很多东西就是有的同样题目，有人看就说哇好棒啊，有人看着哎呀这无聊死了，有人说还好有空看一看，没空就拉倒啊。所以这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，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的瑰宝啊，那个是念瑰宝，不念其他是瑰宝，不是玫瑰啊，瑰宝。联合国够大了，教科文组织也有名啊，它能够列入啊，每年多少国家申请啊，多少遗迹申请啊，有限啊，每年只通过有限的啊，通过有限的啊，所以这个能够列入啊，教科文组织的文明或者啊自然的遗产都是不得了啊，都是这多少选一啊，百中选一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当然很多看起来已经看不出什么名堂，因为时间久远嘛啊。啊，只有专家啊，当地人啊，这个有兴趣的人才会比较了解啊。但是就是缅怀过去嘛，所以我们这个活着、啊、多一点知识啊，多了解一点，没什么坏处啊。当然有人说我干不知识不值半毛钱，我就吃饭睡觉、啊、赚钱啊，养家活口啊，旅游啊，玩手机就好了啊。那当然有些人是这样子想啊，可是你就不要出国啊，或者不要认识，多认识一些，多认识一些，人家可以天南地北在聊，你什么都不懂、哦、除了家里的事情以外，除了公司以外啊，除了一些最基本的以外，你什么都不懂，那到时候看不清，说哦，美国人排斥我，哦，欧洲人排斥我，哦，外国人都排斥我啊，又来那一套啊。这个考古遗址萨珊王朝位在伊朗南部啊，瓦尔斯省啊，它是包括防御工事，这是一个军事的啊。有一个军事碉堡，有宫殿啊，所以它是多功能啊，多功能的啊。这国王也住在这边，那国王要保护嘛，一定有防御工事嘛。还有浮雕，浮雕就比较累了啊，因为浮雕什么浮雕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它是凸出来的啊，凸出来，它这个从石头啊建的时候，它要挖进去啊。石头你说要雕刻一个形状已经很累了，它浮雕啊还要往先画个图形，然后再削去吧。啊，这把它刨掉啊，这个很累啊，那石头啊，你木雕都很累了啊，何况石雕啊，尤其是浮雕，还有这个国王住的旁边这个还有一个城市啊，叫萨珊啊，所以伊朗古代有很多帝国啊，很多帝国啊，最有名的当时安息帝国啊，萨珊帝国有名，还有啊贵霜啊，贵霜王朝啊，有一些王朝。反正历史就是嘛，就是来来去去嘛，王朝兴起，但基本上兴起一定是他这个一开始的那个人都很厉害，成吉思汗很厉害，努尔哈赤很厉害啊，就跟中国朝代一样啊，这前面几个厉害啊，到后面啊，这养尊处优啊，不学无术啊，吃喝玩乐啊，信用那个奸臣啊啊，然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管啦、啊，再加上运气不好啊，所以这个历朝历代本来那个皇帝就已经不好了。可是老百姓啊，中国老百姓啊，啊，全世界老百姓差不多了，啊，没有到最后关头不会起来抗暴啊，通常最后再加上什么天灾人祸啊，吃不饱没饭吃了就拼了啊，就拼了啊，所以有一口饭吃就不拼啊，到最后这个易子而食啊，人都吃了啊，都没东西吃了，这个天灾人祸洪水什么东西就拼了啊，就改朝换代了。所以大概历史啊，中外历史都差不多啊，都是那个最后那个皇帝啊，国王啊，啊都不行了。希尔卡尼亚森林啊，
这个森林这有点雾气啊，这样子看不出什么东西啊。你说伊朗不是沙漠吗？伊朗高原吗？也有啊，伊朗很大啊，连非洲啊，非洲还有雪山呢，山上都是雪啊，有啊，基里卡萨罗山啊，啊，又河啊，啊，非洲有很多大河啊，啊，也有这个非洲有森林啊，啊，都有，因为地方大嘛，还有平原啊，那不然呢，狮子老虎都在沙漠里面，那也没办法生活啊，所以伊朗也有啊，也有高山，又森林啊，又有平原也有啊，只是比例比较小啊，这生态区啊。大部分在伊朗，因为有些啊，联合国这些教科文组织它列入世界遗产，有时多国共管，少的话两国，因为它跨境嘛，它跨境啊，跨好几个国家，最多的有六七个国家共有啊，有这个啊，一直到里海啊，你看里海已经很北边了啊，到那边，所以这个生态区在伊朗北部那边啊，和这个山脉啊。不是山脉的北坡啊，涵盖伊朗五个省，所以这个蛮大哈、啊。啊，它这边不是用平方公里啊，用四十多万公顷，那也很大了啊。啊，横跨伊朗几个省啊，所以这个生态区啊，那到里面各种动植物蛮多的，而且很稀有嘛。伊朗这个很少有这种生态区保护区，有这种像森林一样的高山的很少啊。那再来伊朗纵贯铁路啊，你看这个铁路在伊朗上面啊，它为了要这个平的嘛啊，大陆有很多这种啊，欧洲也有这种啊，就是说啊，它这个下面有凹地啊，谷地凹下去的，所以它要用那个啊，用高的啊，这个建起来啊，所以它这个下面这个景观就蛮漂亮的啊，你在上面从上面往下看会吓一跳，当然也没机会了，在铁轨上你也没机会看，从远看这也很壮观啊，这个伊朗纵贯铁路，它是巴勒维就近代了，当铁路不可能是很早以前古代了啊，就是近代1927年啊，民国16年啊，16年就是差不多啊，北伐成功了，蒋介石北伐成功了，中国统一了啊，名义上是统一啊，中国从来没有就民。中国历代不要讲了，光是民国以后也从来没统一过，有形式上统一、啊、北伐成功统一，这是为什么形式上不是真的统一啊？东北呢还有很多军阀，不表面上是啊加入国民党啊，就是好像变成这个中国就是啊变成国民党啊在管啊，实际上管不到他，而且其实更糟糕啊，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你管不到他？可是他表面上臣服你，可是你还要给他，你还要养他军队，还要补助啊，结果更累，他还不听你，他自己的税他自己收，哪天要补助他？所以民国时期啊，蒋介石垮台啊，原因很多，他本身自己就是很糟糕，蒋介石就是本身个性啊，各方面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人，蒋介石很糟糕，你比如说是民族救星啊，世界委员啊，那是歌功颂德，那是马屁精在写的，他这个个性很糟糕的，那有一个原因就是财政拖垮了啊，军人养太多，而且养了很多军阀，这是巴勒维王朝啊，巴勒维啊王朝啊，1927年啊，就是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啊，他的一个啊，等于是巴勒维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信宗教，然后后来就伊朗整个就是宗教治国啊，一个大型铁路建设项目，在当时啊啊，那巴勒维是哎啊，巴勒维是可能比较后面有一些那个有一个总统，伊朗总统啊，他可能是巴勒维王朝其中一个人啊，所以应该不是那个、啊、就当时的君主啊，李萨汗啊，这比我讲那个巴勒维总统啊那个比较再早一点啊，完工1938年完工，民国27年啊，就是中国就抗战了啊，中日战争了，他厉害就完全由本土资本制造资金啊，没有依靠外国，所以这个第三世纪啊，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啊，或者是未开发国家，常常是引用外资啊。现在到21世纪啊，啊，这个最厉害在中国，中国这个最厉害啊。以前这个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是欧美啊列强，他去资助啊这个发展落后的国家，现在是
变成中共接手中国啊，中国不要讲中啊，中共中国都差不多啊，接手专门搞了个非洲啊、中南美洲啊、第三世界中东啊，专门去资助他，用资金啊建桥梁、建机场、建高速公路、建海港一大堆的啊。当然也有人在骂，说是有贷款嘛，你不能直接给他钱嘛，也不能无偿嘛，就是贷款啊，贷款，但是有一个条件了、你要是都是还不出来的话，要透过这个催缴期啊，你这个经营权呢、不能说所有权，经营权就要归中国啊，所以有些还不出钱来，就变成中国人在那边管理了啊，就当地人就不高兴了，欧美列强不高兴。啊，这条铁路从波斯湾的这个港啊，现在叫赫梅尼港，这赫梅尼也是这个前一任的、伊朗的那个宗教领袖啊，也是也不好批评了啊，反正宗教领袖就是那么一回事啊，就是专制的不得了，什么都说了算啊，什么都他说了算啊，你跟他讲什么都讲不过他，还是让老百姓全部都听他的，这没办法啊。经过这些德黑兰首都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个。算是那边比较特殊的一个啊铁路，然后这个豪拉曼呢 啊乌拉马纳特啊，这文化景观，这个是有点像梯田啊，这个有斜坡的啊，这个远看景观也是很特殊，当然这不是田了 啊就是那个民居啊，住宅啊，他是以前一个叫豪拉曼人啊，都古代民族啊，库德族啊，现在叫库德族啊，库德族现在很可怜呐、到处被赶啊，就像那个缅甸的那个啊，那个什么新人啦、这个很可怜啊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也是到处被赶啊，就是很可怜啊。所以库德族到处被赶啊，就像那个最早的那个吉普赛人一样，到处被赶啊。所以在那个叙利亚那边，库德族啊，土耳其、叙利亚很惨啊，到处被赶。然后也常常被杀，甚至有些那个，因为他有很多族了、有些就种族灭绝掉。他是西元前3000年啊，你看这5000年呢、有定居，可是像5000年呢啊，他这个也不算文明啊，就是有人类住是没有错啊，可不算文明，因为没有这个文字啊，一定要有文字啊，不然国际考古学家不承认啊，就是说只你光是挖出来证明有人住不算。还要大群，一定要多少人住啊？你说我8个人、10个人住不算啊，要人多。然后呢，要会使用青铜器啊，至少青铜器、铁器更好。然后就是要文字啊，没有这三个条件不算文明，只能说有人住了 啊不算文明啊。他在这个扎格罗斯山脉中心啊，有各种石造的工具，你看他的青铜器没有青铜器啊，洞穴啊，庇护所、土丘啊。永久和临时定居的遗迹啊，等等啊，墓地、道路等等。然后我们再看印度，讲一个啊。那因为我这边是从少到多啊，所以印度是亚洲第二个文明啊或自然遗址啊，教科文第二多的，有40个。那第一多的啊，就是中国大陆啊，56个啊，所以这个已经。到讲印度，讲一个啊，阿旃陀啊，这个念旃，阿旃陀石窟群啊，这个石窟啊，这个外观啊，就有点像我们敦煌啊莫高窟啊，云冈啊，还有新疆啊，有几个大的石窟啊，这石窟都不好做啊，因为你看古代没有电钻的 啊光是用石头去，光是用那个那时候铁应该发明了啊。用铁啊，用那个砖子啊，去找啊，这很累啊，所以以前早期啊，我到这个中国大陆看他们的很多地基啊，挖地基啊，那刚好在石头上面用那个铁锤啊，还有砖子啊去钻，哇，很累啊，那个石头啊，很累啊，所以这个不容易啊，然后钻出来一个洞啊，而且这里面还蛮深的啊，所以这个你看要花多少时间啊。那当然现在可以用炸药了，可是这那时候也不用炸药，炸药也炸不出这个这么小的地方，炸药一炸不知道炸成什么样啊，这个洞窟啊，那后来当然盖了一些这个走道什么，大家可以参观啊，里面的壁画啊，
壁画，颜料就是从土啊，用土，有的土有颜色，或者从那个树里面有时候会有些叶枝啊，有颜色的啊，就是最原始的涂料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卧佛啊，卧佛，你看它这个光是砖呐 啊砖子里面那么大洞，那都是很累的啊。我在印度的啊。佛教石窟群啊，它总共一群嘛，石窟群它29个石窟，也是印度最大的石窟遗址啊。它是这个位于这个邦啊，大家搞不清楚啊，反正在印度啊，大约是公元前两世纪那时候还是战国时期啊，然后一直到公元，你看盖了多少年？盖了900年，所以那么累啊，所以很累啊。不是盖两三年了啊，不是敲这个洞啊，敲两三年了啊。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个都要花几百年了，就是它可能陆陆续续啊，比如说某一区啊，弄几十年，某一区又几十年，它陆陆续续啊，因为它29个石窟嘛，所以前面全部加起来前前后后，西元前20世纪200年，到西元后7世纪啊，200+700+900，就全部陆陆续续啊。花了900年时间，所以中国那些那个石窟啊，也是都是动不动几百年啊，这个工程太浩大了啊。就是那个盖的时候是阿育王，印度一个非常有名阿育王时期啊，啊，他是佛，这个里面是佛教艺术啊，主要是佛教啊，因为佛教是西元前500年嘛，那500年开始释迦牟尼创立的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印度啊，第一个这个阿占陀石窟群啊。都是人类的瑰宝啊，这壁画也是不好画啊，所以这些人呢、都是有点长得像就是印度那边的人啊，所以那个佛像也是一直变啊。佛像有三大类啊，一类就是因为释迦牟尼天主人嘛，印度那边那一代的啊，所以佛教就是像印度人，而且是古代印度人，不是现在印度人啊！啊，古代印度人是白人啊，最原始的印度人是啊，雅利安人是白人啊！啊，这个后来混血了啊，所以有一种佛像就像，而且是早期的印度人，啊、另外一种就传入中国以后就有点像中国人啊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很特殊，大家很少看到白人，希腊人那边的啊，这个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上网去查一查啊，就是有不同的这个面部，主要是脸部啊，脸部的这个鼻子、眼睛啊，这个轮廓啊，有不同的造型。啊，这一期讲到这里。